This is Traveler Carrie's channel. 欢迎收看小玩家 Carrie 的频道。今天 Carrie 带大家来到了深坑，来到了深坑就是要带大家来吃臭豆腐咯。有吃过臭豆腐吗？台湾非常闻名的臭豆腐呢，对外国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就是在台湾人的眼里呢，臭豆腐是非常好吃的美食哦。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去老街里面看看吧。 You can take bus numbers 660-666-679-795-819 to here， 带大家去吃臭豆腐。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台湾人吃臭豆腐这么臭还觉得很好吃。然后我们带很多外国朋友出来啊，我们也很喜欢带他们吃臭豆腐，让他们品尝一下这种味道。然后今天人潮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那个口罩一定要戴好。Shenkan Oak Street is located in Shenkan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It mainly sells tofu-related delicacies, taro balls, tea, sauces, etc. There are also many old-fashioned children's toy shops for tourists to visit and buy toys. Because the whole area of Shenkan is covered in forest,and water quality is sweet. The local people grind soybeans with good water and they make tofu, which is famous for their homemade Shenkan tofu. We can see many different food items. There are also some.像这种古早的东西，然后这边有一间有名的炭烧冰淇淋，炭烧豆腐冰淇淋。然后这边也有很多有名的一些酱菜类的东西，腌制过的酱菜类的东西，其实蛮适合带回去。如果你们有这个习惯说吃稀饭，常常那种台湾味的那种小菜啊酱菜的话，其实蛮适合的。然后这边也有卖这个一些铜碗，小朋友玩的东西。好，比较古色古香的，你可以走里面这种有砖瓦的。In 2008,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listed Shenkan Oak Street as a specific area with historical features and rebuilt it. 其实大部分的东西在这个老街里面呢都很适合买，也都好吃啦。那如果是物品的话就不一定哦。今天人真的超级多哎，我要找我的那个臭豆腐，让 Carrie 带你去吃臭豆腐。我想想看有没有辣味，我喜欢吃辣。好了，我现在进来店里了。人也很多，
要找位置了。好啦，现在我点的菜通通都上来了，那我们给我们的今天菜色一个特写哦。今天点的是鸭血臭豆腐，然后我这个是麻辣臭豆腐，然后呢我们有炸的臭豆腐，然后地瓜叶哦，就是助消化，然后那个是牛肉空心菜。好，因为吃的东西比较上火，所以我们点了一些蔬菜来搭配哦。那等一下告诉你好不好吃哦。我要开动喽。这个我关掉。然后刚刚吃完豆腐啊，出来好像飘起了小雨。希望在今天介绍完前都不要下大雨。有素食的臭豆腐。那个陆记，刚刚那间还不错，吃吧。哎，可是我好渴哦，我们刚刚没有叫汤。没有叫汤，所以现在有点渴。笑你，哈哈哈哈。哪一间？这间吗？我要一个红豆，我要一个那个。好啊，紫米红豆，你各一个。沙拉块红豆，紫米红豆。好，哎，各一个。啊，其他还要吗？有方便吗？没有，但是有放在那边，要来拿一个。菜包里买好了那个。超阿贵之后又开始下雨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去买喝的。我们都有帽子，幸好有帽子，那没有帽子就完了，就麻烦了。好，现在要去买喝的。养成走路看路的习惯。这间里面有卖茶。我的桂花来了。下一站，哦，人山人海哦，像过年哦，超像过年的。啊，不对，这也是过年哈。今天拍摄的日期是2021年的1月2号，所以在国外其实是过年，没错，是过年。我已经快吃不下了，所以我才没有一直做美食节目，就是这样。精神小伙，对不对？要是一直做美食节目，早就胖了。纯属自然活动。啊哈。那我冰到底在哪里呀？你要想我们走多久了。哎呀，我们走30分钟。其实这条老街没有很长哎，那是因为今天人很多，你走不快。不然的话，我们早就找到了。尽情奔驰。对啊，而且走在这种老街很挤的时候，你必须很认真的走，不然会绊倒啊。不过因为本来就会左看右看的。招呼豆腐店。The red brick arcade that reproduces the Taisho perio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s also quite attractive
to tourists. 啊，排队了。快到我了。是炭烧豆腐。炭烧豆腐口味，敢想，好吃啊！废话。浓浓的那个豆腐，没有，应该讲说是豆浆有炭烧过的那个味道。我要去试试看。新城哲岭，应该是好玩呐、啊。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玩，来玩一下。投币。好，这是我的签，我刚刚抽到的签还不错，我要带回去好好的。新年的好运带回去。好 ，Go Go！ Hello， 我们刚刚呢去吃过了臭豆腐，然后呢又去买了超阿贵，然后还喝了桂花乌龙茶。最后呢，我们还吃了炭烧豆腐冰淇淋，快吃完了。OK， 好，那这是大概是我们今天的快闪行程。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请记得按赞、按订阅、开启你的小铃铛。如果有想要留言给我的朋友们，就留言在下面喽。那就下次见，拜拜。